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正坐。想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94面啊，594面。为第七行啊，第七行对这念起，究竟一行，一行者，成佛唯一之至道，最结圆顿之教法，行为车行，以如佛之教法。教化高在运行人啊，定有涅槃彼岸，故名为行。行万不可相闻，一行者至道无离，故称为一。运用自在目之随行，由《性慢经》曰：一行即是第一义行啊。头前咱有到这地啊，这段沿路甲咱说明究竟一行，什么是一行法呢？我的《法华经》上讲过，唯有一心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如佛方便说了。对这句经文，咱就会了解，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。佛帮助众生，要帮助到什么时阵？这句话讲得真清楚，帮助你证到究竟的高位。华严经讲的啊，妙觉如来啊，这叫一行。这是佛的本愿啊，不过众生。业障真重啊，未个真深，未个真久咯。世尊虽然甲咱讲一乘法，啊，咱听无啊。未当断疑生信啊，所以往往伫这个一生当中，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。有时佛陀就开方便法门，甲一乘法分做几落个阶段来学。一乘法佛比就是现在伫大学研究所博士班，佫无比即个佫较悬的咯。也毋过是咱个基础。智慧啊，拢无办法来学这个课程，有时就办小学啊，办中学，办大学，这拢嘛是方便说啦。啊，目的呢？目的就是叫你摕到博士学位，佛门的博士学位就是叫佛陀咯。那第二个学位就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就是阿罗汉。这个名称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。那都亲像阿罗汉，
菩萨拢是方便门，阿罗汉是修行，菩萨是大行。彼此佛算是中行，若是讲讲三行都彼此佛，讲二行呢，彼此佛啦，甲阿罗汉合并做一个。这是有当时讲二行法，有当时讲三行，也唔过如来的愿望啊。是要予咱究竟去成佛啦，凡夫成佛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啊，是现成的代志啊。为什么？佛在大乘经上有讲啊真多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句话是真实的，不是假话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款的呢？变作凡夫呢？你下个变作诸作一切罪业的凡夫啊？咱今仔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作为什么业呢？讲实在话啊，讲实在话，人天业咱啊做真少啊。啊，人多的业呢？中国传统的教学，和佛法肯定了，那是正法啦。无论是人业、我想、注意、不定。那讲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佮这个绝对袂违背。你内生也会生伫个人道，你也袂失去人心。伫佛法内面，十善、三规、五戒，佮咱传统讲个伦常。啊，都得啊，完全相应。啊，若是用这个标准来看这个世间，那亲像做林业的，无讲真多。啊，若要做升天的这个业，比林业更加殊胜，更加悬咯。高定的论上道定，在佛法里面讲上品的十善，天道啊！咱现在起心动念是什么呢？无离开自私自利，无离开名闻利用。无离开贪嗔痴慢，甚至讲确实有未少人起心动念，拢嘛是损人利己啊。这款的心性，伊所做的是三毒业啊，伊做的是精神业、五鬼业、地狱业。
这未当唔知呀，各位时阵唔知呀，知呀那会去做这款代志，唔知呀。啊，咱今仔日确实嘛是唔知呀。伦理道德无人咧讲咯，无佛实现五戒也无人讲咯。讲经的人有啊，讲实现五戒人无啊？为什么无咧？无人要听啊？那像看到这个经论，家己看袂落去啊，听袂落去，一个看那像拢无做够啊，好啦，卖看了，绝对唔是讲无看，都袂对三度，无看你做也是爱强款对三度。听看有好处啊！我连拿做恶业，只要一口开阿滴，会当忏度业障啊，会当啊忏悔。阿公唔知这道理，唔知通忏悔法，这代志麻烦就真大咯。所以学佛的人，只有在基本的课程、扎根教育啊，学解《弟子规》、道家的《感应篇》、佛家的《十善业》，未当讲无看。《十善业道经》头前有一篇书文。伊毋是讲俗文，伊讲上儒，雍正皇帝写诶。这部经是真推崇，伊也无甲其他经典写俗文，干那对《十善业道经》写俗文。用意啊，真深，雍正虔诚的佛弟子，做皇帝了后，甲伊的雍亲王府奉献给佛教。做道场啊！现在就会去北京，也去参观旅游，那些景点。永和宫，内面啊，住的是喇嘛、密宗的呀、啊。这是雍正皇帝过去。啊，未做皇帝以前，伊住诶即个厝啊，官显出来啊，这是一个对有佛法内行诶人啊，啊，对于即个所在能讲基础诶。甲佛教绝对未用咧疏忽，佛法的修学，简单来讲是救苦救慧啊，福慧双修，究竟圆满的福慧，就是究竟一生啊，究竟一生具体的落实。就在西方叫做世界，
所以心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是功中极尊啊，佛中之王。这些啊，拢嘛是表演，互咱看的啊。正文经的顶面有讲咯，一行即是第一义行，第一义就是头前讲的究竟唯一的制度，最极完顿的教法，这属于第一义。由经行法，一行者，这地虽有三，积极无力，何闻一行？这个地虽然有三个，通常呀，分配在三行内面。阿罗汉所证到的是一切地，菩萨证到的是道种地，如来是一切种地啊！这后前咱拢学过啦。虽然有这三种地，积极无力，这个就是向上提升。最后拢提升到一切种地啊。一切种地都是究竟一行啊。万华经专攻一行之力，这个经方便品文十方佛陀中，唯有一行法，无利益无杀，诸佛方便说，这回讲得真清楚，真明白了。有文唯处一属实，无利即非真，这是讲真话了。成佛是真的，菩萨阿罗汉是向着真实的这条路在咧行，也无行到处的，也在咧路里啊。幸福迄条算讲行到处里了，目的地达到咯。阿罗汉菩萨方向正确，也无达到目的地啊。由经言所说，行是行用，行那如行，如行必须得爱用交通工具，行是车，车的作用是交通工具，是行用的，如行用的。行能运通啊，咱今天讲运输，疏通，故名为行啊。水化多行，就是不输，佛教化众生啊，方法是真多啊。李中国所以十个宗派修行，两个宗派爱行，八个宗派同条重业以后啊，就行无了。中国这些祖师大德
参加咱啊家己，如果都都会当啊代替啊修行法啦，修行经典的翻译非常完毕。甲现在南传巴利文的经典一个比较咧，一个对照。你就知影咯，这个代志我唔捌做嘅，张家大师甲我讲嘅。阿里文的小行踪啊，比咱中文翻译嘅苏阿含，那像是只加五十几步。小行经典大概是有三千步。这个五十几步啊，可见咱的翻译了不起啊。以后是完整的翻译。现在有修行的人无了。当年阮伫台中啊，甲李老师学经教。李老师伫修行经教内底，还佫选了有五十多种的来教阮学习。阮也佫有去摸一点仔边啊。中国古来祖师大德，多半拢用儒用刀来代替啊。所以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因啊，因都有儒释道全通啊，唔是见啊学佛啊。啊，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因真正念。老祖宗、祖道家的一挂名著，伊来学习。确实，中国啊是多元文化。少林寺有一对比，啊，这对是缩小了。就是啊，这对比啊，少林寺的，这对比中有这个相，这面看是释迦牟尼佛，对两面看，一面是老子，一面是孔子，也对名是。混元三教九流道赞，在中国三教是儒释道，三教九流是一家啊。这个比什么时候刻呢？唐玄宗时代刻的啊，唐朝啊，玄宗啊是唐明皇的后生。距离咱现在大概一千三百年，一千三百年前，中国人啊，都已经咧创这个多元文化咯。外国人啊，到近代啊，才咧创多元文化。咱啊，老祖宗领先啊，一千三百年前都已经咧创咯，这块比是证据啊。啊，对者，咱就看到中国这些老祖宗，因的思想，确实啦，都是领先现代人。啊，现代人想要做的咧，感觉讲真时髦，是创造。看到这块碑的时阵，就不会通讲咯。中国啊，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经做了。
啊，所以教化众生绝对不是一个方法，一定就是真正做的方法啦。佛法与一切众生根性不同。文化也无同，生活习惯无同，喜爱拢无同，所以啊，应顺众生。佛法绝对未坚持家己的主张啊，无，家己主张是成见，那就放弃咯。哦，好一个开头，就把成见放弃了，就会接受别人。你想要学什么，我就教你什么。所以佛教的教育才会成功。佛教化众生不是随佛家己的意思，为什么佛无意思啊？佛家意思拢放弃了，佛的心就是咱这个经题顶面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佛心。那清净平等觉来对。无这个杂念，头前咱读记了，我知影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体上有无，不是无，拢不可得啊。体离切相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拢总离咯。相虽然是有，但是相是幻象。是刹那生灭相啊，不是永恒相住的。所以，在一切现象当中，无执着，无分别，无起心动念，你才会当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那随喜功德是讲教学，不是随佛，是随众生呢。众生无论想要学什么佛，拢给你教啦。头前老读记，一切法啦，拢嘛是佛法啦，无是法，不是佛法啦。啊，这个话到底要怎么讲，才会讲得清楚呢？你在一切法当中会当啊，理想就是叫佛法，这种了都不是佛法啦。所以这款代志啊，标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对有一切法来对，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做世间法。你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法就叫佛法。你对有一切法，拢嘛无分别执着咯，也未起心动念，一切法这拢嘛是佛法啦。诸佛如来刹土是佛法。
贵精心地格马是佛法，未执着就是佛法，执着呢就变了，就叫伊做世间法。法无改变，是世间法是佛法，就在你是不是有起心动念无，有分别执着无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法就平定了，法就一如了。所以一切法如如啊，这是观道理啊。一切法会当受用，唔通执着，唔通分别，唔通去占有，唔通去控制，这个嘛叫梦想啊！啊，这个放下，放下都是自性。啊，所有现象拢是自性变现。华严经上讲啊，真好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。心是真心，就是自性；真心就是自性，也叫法性，也叫真如。大乘经教内面对这些代志，会用几十个名词。第一句马西啊，马公之类。佛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名词呢？意思就是叫咱不能执着啊。名词是假，只要了解意思就好了。好，咱的执着名利上啊，用这方法，这是教学的显卡方便。所以随化都行，这就是讲旅行、交通工具真多，拢会使用。有一寡交通工具速度紧，有一寡较慢，最后拢会达到这个目的地。这就是。随化都行，久失不熟，习意言意，无处一行，共鸣究竟。一心化，终极的目标绝对成佛，绝对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叫做一心啊。按出所依，恭敬主义佛行之力，为之究竟一行啊！这个道理，《华严经》讲得上圆满，讲得上透彻。华严跟咱这本《无量寿经》完全同款。华严经是说，无量寿经就说，内容拢是同款啦。所以古帝称无量寿经是啊，中本的华严。啊，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部经，嘛是功略不同，内容啊完全同款。像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经，华严经称伊啊，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。
有唔对无？无唔对啊！这个话是清朝乾隆年间，你这清技师讲的啊。这个大技术也是了不起啊！一生研究啊，精教同宗同教，天美万容。伊讲了无唔对啊！当代后来祖师大德对于讲法拢加以肯定，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往生端内面。有伊个传记，按出所的意思，用尽诸一佛行之力，为之究竟一生啊。什么是一生经呢？那嘛就会体会到，这部经没有一佛行的道理，就是理论、修学方法，以及建立的境界，会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这经啊，就称之为一生经。盖记录诸大菩萨。一世弘亲，虽故皆乐，但为啊哀悯众生。我乃世现有啊三界生死之中，诸平等慧，精勤修习。古经文：有三界中平等勤修，有见了达实相一生之理啊。第二涅槃彼岸，我闻只有彼岸。这是讲叫做世界的菩萨，只要生到叫做世界，就是同其土下下变往生，有这个能力。这不可思议啊！耶罗诸大菩萨这句呢，那是称是不妥的，是不妥的是恶魔菩萨啦，啊，都、就是包括方便土啊、动机土啊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第二十愿，第四十八愿，第二十愿，清清楚楚的跟人讲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该做阿维瓦地菩萨。阿维瓦蒂的真正是啊，不可思议啊！阿维瓦蒂菩萨是发心大师啦，万境三不退啊！究竟三不退的这个意思来讲。《华严经》上初注以上，就正三不提这个意思来讲，完正三不提，完全圆满呐。三不提正着，但是也不圆满。
反正三不提咧啊，古代的有功咯，七得一伤啊。缓慢咯，会使讲七地以上，真正都是究竟一生啊。啊，原告初住以上，还是啊一佛行。你若是讲伊究竟一生，也讲会通，毋是讲未通，是讲会通诶。古代的这种的讲法也是有道理啊。甲究竟工作是啊，这个。七地以上的菩萨啦，因为离观红色啊，是红色观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虽然伫极乐世界，伫遐修学，啊，目标呢是要证道，了解故意啊。无证道妙觉以前，这是发心菩萨。那是就阿维瓦帝，阿维瓦帝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。作为一个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是阿维瓦帝菩萨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就是究竟一成了，这是公义的说法。我讲唔对啊。你慈悲心较重啊。I mean, 诸佛如来六道十界的苦难众生啊，所以啊，你听听是现的这个三界，三界是六道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定定是现的这内面，六道生死之中啊，来做什么呢？来度众生啊，帮助众生离苦。的路，我对倒位来呢？对迷惑颠倒来啊！我对倒位来，我对觉悟来啊！菩萨救苦啊，救难呢啊，安怎救法？帮助众生感悟啊，众生感悟了，就离苦得乐。不是讲众生在苦难的时阵，伊啊无食的，送一点仔食的物件给伊；伊无穿的啊，送一点仔穿的物件给伊。不是这意思啊，这是只能解决一时啊，不能永远解决啊。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啊！真正的帮助伊，也得叫伊开悟啊！所以一切诸佛菩萨，包括阿罗汉，
是现在的绿岛无一个未钢筋教学呀。钢筋教学都是佛菩萨的呀，慈悲救济啊。真正教你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是故啊。因就是不灭开悟。没破了，靠都无了，刚我了，落就来了。所以诸佛菩萨是现在这个世间做什么教学啊？这一定都要知影呀。准你，我陪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去访问梵蒂冈天主教的教皇，那么多的历史。在梵蒂冈住两天，两摆交流啊！因的主教团，罗连主教做代表，伊啊提出一个报告。这个报告内容我不知道，天主教有组织，所以对于宗教方面的这些信息非常灵通，跟我们说最近差不多这个二十多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当年在下降，人真担心啊！如果安尼落去，伊讲过有二十年、三十年了后，可能无人咧信仰宗教了。提出这款的一个信息，阮大家听着拢感觉真正茫然啊！这是严重问题啊！这不是小事啊！为什么在今天你这个社会信仰宗教愈来愈少呢？那当时我提出我的看法，我跟大家说，当年摩西创教的时候，耶稣创教的时候，马哈密德创教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创教的时候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仰？有这么多人跟他斗阵学习，而且世代绵延一直到今仔日，两千年的历史啊，犹太教四千年啊，有什么原因呢、啊？到今仔为什么衰呢？今仔日人唔相信呐、啊，这些人应该都要检讨呀，哎呀，反省嘞。我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，我讲咱细心去观察，你是经典内面记载去甲看卖，这些人当年在世拢教学啊，
因从什么？因从宗教教育啊。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，耶稣是教3年，好让害死啊。摩西嘛教了20多年，摩哈彼得教了27年啊。因拢是社会教育家，教到现在是无的称呼呢，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你想看吗？因是不是这个身份？也每一个人家己的身份是多元文化。义务工作者，义教学，你看，无分国籍，无分种族，无分信仰，有教无类啊！只要你肯来学，无迄个无欢迎的。你细心想看卖，仔细的经典来去看。今仔日说伫倒位？今仔日咱个宗教教育断掉了，无从教学了，无从教学从祈祷啊，祈祷有效无？有，未当讲无效。现在科学家嘛咧研究发现祈祷有效果，集体意识的能量不可思议，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啦。严格说，您也都唔相信啦、啊。你讲灾难，咱来祈祷；灾难化解，人讲你胡别乱讲，根本就无灾难。你假骗人，你提不出证据出来，教学都无讲咯。教学是会治本的啊，帮助这个人觉悟，帮助伊回头，帮助伊去学用善。帮助伊改邪归正，这对啊。伊倒咧是地票无地本啦、啊。大灾难来的时阵，临时祈祷有效。中原咧一定都要教学啊。啊，我提出来和大家来做参考。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紧紧的恢复教育啊！用当年这个创教的这个祖师，每一个宗教创教这个大德，向因学习啊！宗教那是不回归到教育。也前途是真正悲观啦、啊，无乐观啦、啊。这是我当时提出的一点啊看法。我一生也是教育，这是恩东美教授。宗教大师指导我，我出家，宗教大师劝导，所以我就选这个行业，交代我就爱学啊，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，教学，这咱伫经典里看到，除去讲经教学以外，伊无办过其他活动。啊，无带人啊去打这个佛七，还是打禅七。然后这代志经典上一定得有记载，
无啊，但仙教内面只有讲到，讲到修行在个人啊，所以佛只是讲教教你啊，你明白，你了解，要安怎修是你家己的代志啊。修什么呢？啊，梦想分别执着甲放下，这是修行，这是你家己的代志啊。用什么方法放下呢？是你的代志啊，不是别人的代志。个人的方法无同啊，所以啊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不是这个方法啦、啊。每一个方法拢灵啊，只要真正放下，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恢复，你就证到阿罗汉。平等心恢复啊，你就是菩萨。啊，大铁大恩我啊，你就成佛啦。啊，这是佛教来对标准啦、啊。所以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非常慈悲啊。自己也无圆满去证到，伊就会帮助众生，才会事业啊。实现第六道三途啊，诸平等慧，精勤修习。伊敢有妨害伊家己修行呢？无啊。为什么以诸平等慧啊？平等慧这三字，就是经对上清净平等觉。平等当然包括清净，无清净哪会讲平等？平等比清净较悬啦，清净也无一定平等。平等一定是清净，后面这个慧就是觉。因的心为迷啊，第六道来对帮助苦难众生，伊为迷啊。为什么为迷？伊未着，因为伊知影这个境界上。凡所以上皆是虚妄，以第六道来对，无贪嗔痴慢疑，拢总断尽咯。所以伊的心是清净平等觉。第六道第三道，伫咧考验，又难着无？念就错咯。都对了，真正无念啊，证明讲，伊啊提升啊，所以顺境内面无贪乱，提升咯；逆境内面无万分，永远是保持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就是不断向上提升。助他量力啊，不是说助他就无助力，助他量力啊。所以这菩萨何乐而不为之呢？那么欢喜去做这款代志啊。五经文有三界中平等坤修，你看三界啊，都是六道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平等的分修，帮助别人嘛，提升着家己，究竟了达实上一生之理。如果无究竟了达实上一生呢，你的慈悲心是生未出来，
人正了达慈悲心，自然生出来。为什么慈悲心是自性本有的性德啊？不是外靠来的。只是咱家己有障碍，慈悲心显未出来。咱显出来什么？显出来是自私自利。是贪嗔痴慢，无慈悲啊！才会咱来知影，知影啊！你慢慢回头，你慢慢改过，你才提升家己。哪个唔知影？何里何多过这一生？今日来生比这一生更加未歇，这个代志啊，这个累真多啊！来生啊，比这一生更加清楚的人无多，比这一生更加未歇的人较多啊！那么做到这种人呢，未用你无去想看卖？所以这菩萨他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那希望家己得自涅槃彼岸，也希望讲一切众生拢会亲像家己同款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就彼岸。拢只有一个这么单纯的念头啊！回说完，彼岸涅槃妙果呀！这是彼岸这两字的意思啊！净耶说法，这是随条回愿大师的话，只有彼岸涅槃果结啊！涅槃果结者，即涅槃之结果，即至高无上之高觉，究竟成佛。华严经称为妙觉，是顶觉的顶面啊，这叫做究竟成佛。下面这段解释呢？决断欲望，自由意识。这句话古代的有无同款的解释？正雅说法，欲望现前，名断欲望。这个疑是菩萨真大障碍，对咱来讲是严重的灾难。啊，咱有佛，是不是真正无意识咯？不可能。哪个真正无意识，你修行就真正有真功夫咯。你也肯定得到三昧，那你肯定有五处啊，不是大天大我，你嘛有大我。这是一定的啊！经典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境界，不是咱的常识啊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咱敢会肯定呢？昨天有意识啊，我讲的是真话，绝对袂骗人，也毋是鼓励人的啊。咱啊，中国老祖宗嘛有讲过，佛法要来中国。中国老祖宗讲啊，人性本善，所以以后就编起《三字经》来对起头一句。人之所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是赞美的名词。跟佛讲的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意思真正接近。佛是最善的啊。这个善是最完美，无缺憾，所以见性成佛。咱敢袂怀疑呢？世间人拢是好人，我看这世界歹人是真多，哪会讲拢是好人呢？咱看错了，佛菩萨无看错啊。佛菩萨看的是什么呢？性是空的，相是假呀。所以啊，伊也平等咯。平等才是真善呐、啊，平等无故事呐、啊。那你观点无同啊？咱看的是梦想啊。人伊看是实相啊，是真相啊。人只有六眼，人伊是啊五眼闻名啊。伊有六眼，有天眼，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佛眼。那会看错咧？那连天眼都无，所以看物件当然的看错了。听佛所讲的，咱呐有疑惑，咱这疑要安怎断呢？真正断疑呢，是要修行的功夫，爱禅定，爱拔智。真正断疑心性咯，咱今日的断疑心性，唯一这个方法。求解我，这都是《头上大乘经典》听经一段语，读经啊一段语，无听经的缘分，咱就爱读诵。古人讲的话好啊，读书千遍。一一自见，伊是道理啊！一一自见，道理自然明白咯。道理明白咯，疑就破咯，就袂疑心咯。这是一个方法啦、啊。一千遍念落来，你心定咯。但这物件爱到一部经，唔是真侪经典，真侪经典时阵你念杂咯，念乱咯。这效果啊，真困难呐、啊！如果是一部经，一遍一遍去读，这部经读了一千遍，心定了。一千遍啊，定未落来，业障重啊！这还怎样？现在社会这严谨复杂，这不是显言。真不容易啊，和咱心会定落来。这是咱生活环境比不得高人。要变怎呢？两千遍，
三千遍，一万遍，你有这种决心，一直念下去，肯定啊，你会有成就。坚持这个方法，这就是持戒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这是东方修学的众业原则，众业纲领啊，几千年来啊，拢无改变，拢嘛用这个方法。现在啊，改变咯，现在无咧用咯，现在用外国科学的方法。这一个考就考出问题来了，真多问题拢互考出来了。你若是无细心，你袂发觉啊。啊，真正细心，你才会知影中国传统这个方法，比其他科学的方法高明啊。比其他科学方法是用。真正的解决问题，所以等于信心是咱现前非常重要一个课题啊。这个功课是要安怎来学习呢？回溯。个解释是同款的，所谓断除欲望，智慧自生。第一，该也偏有断除欲望，但加上所闻，决断欲望者，令断众生疑啊！你看这个讲法就无同款咯，调整是讲家己。断家己的欲望，然后面这个讲法，菩萨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啊断伊的欲望，两者虽异，但也无违啊。讲的虽然无同，这个是断家己的意识，这个是断别人的意识，虽然是无同款啊，也未相违背啊。因啊，令度众生疑者，修自心无疑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讲是家己无信心，免来当去帮助别人建立信心；家己有疑惑，免来当帮助别人断疑惑咧。这个话，按你讲啊，是真正有道理。有自心啊，既断欲望，真谛啊，自性，必起大行，无令众生断欲正真。这嘛是一定的道理啊。家己的欲断落，智慧就生起来了。所以欲。障碍自性，本来有的智慧，智慧绝对不是对外面来的。我讲这句话，咱都要相信啦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你一定要相信，不能疑惑啊。不讲是真话啊，咱若有甲诸佛如来同款的智慧啊，同款的德能，同款的上好。只是咱今仔日未咯，不菩萨啦，讲我咯。那是咱的破灭开悟，咱的智慧德相对现前。
你不是对外面来啊。今仔日咱的智慧德相为什么袂当现前？咱有疑啊！我讲啊，足清楚、足明白个啊，足恳切的伫咧劝导咱。咱也是唔相信啊，感觉家己啊是无智慧，家己无知啊。这个世界上足侪聪明人，能甲伊来比啊，不如伊啊，拢是这种心态啊。这都是咱家己要安怎修、安怎学，拢无效果。眼前愈来疑就愈重，甚至连接了世界，其实是倒位啊，西方啊，西方无边际啊。我念佛想要去西方，安怎去呢？这拢是疑问啊。真正去西方，阿弥陀佛的来接你去啊，带你去啊。你唔免问到一方向，佛无来接你咧，未带你去，你也肯定无去极乐世界。你无得去找啊，你绝对迷失了方向。所以呢，一定都要求佛来带你去。啊，佛会来未？肯定啊，会来啊。为什么这是伊一个四十八愿内底愿望啊？你家己发的这个愿啊，啊，然后来接引。啊，注意讲是佛的分身啊。当时依处佛的分无量无边身，接引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一日都未去老去啊！啊，咱对这代志都要有信心。绝对唔当怀疑啊！所以自心无疑，自心既然断疑生信，真谛自心本性内面的智慧一定。向外面透露，透露智慧大细，跟你讲起修行功夫是有关系。你心个愈精，智慧就愈大；心量那愈少，智慧嘛会真细啊。智慧生起来，一定起大行。大行是什么呢？助力利他，普令众生断疑净心，这是大行。你心了拓开，对众生啊，起了平等心啊，不是介意的人啊，成多疑啊。有甲伊诶人啊，放喺边啊，慢慢来啊。诶，毋是真正诶觉悟，真正诶觉悟是平等心，
绝对无怨亲啊。只是讲缘分啊，有缘的生多，无缘的熬多。缘是啥物？伊的相信啊，伊的理解，伊啊经念佛啦，啊，这是有缘的。缘无相识，你甲伊讲伊唔相信，伊啊未能理解，伊啊无管你念佛。无想要去结到世界，这就是无缘分啦、啊。无缘分，会当啊，等一段时期才过来啊。各地经文是兼利益，经文内对这两个意思，应该都拢有，拢会当讲会通。没有这段。正无所得，无所得，有闻无所有啊！无所得甲无所有是同一个意思，皆空慧，这是真实智慧。空慧就是无分别智啊。这是大智慧啊。那大智慧里面绝对无分别。那有分别，分别啊是烦恼啊。定沙烦恼。执着是烦恼，见思烦恼。烦恼若起来，智慧就无去了。有时咱就明白咯，叫做世界菩萨根本就无分别，无执着。这无上之真理。这是体会啊，安尼讲还用呢？体会无上的真理，也会使讲这个体还是本体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心，就是自性，自性。无相啊！这头前咱学真多咯，三种现象拢还无。无心无所执着啊，无诸分别，是话无所得啊。无论是伫个立体。而且你的现象拢啊未啊私心动念，拢未有分别执着。这下面呢，真正知影讲，诸法实相啊，实相之体就是灵性灵现。不合的，那诸行所起的作用，这都是人生万法。梵王观顶面讲啊，诸行无尽啊，啊，这现象唯心所现。微信所变，色就是阿赖耶，烦恼意识引起作用，
听听甲诸星啊所现的这相，互伊产生变化。有偌侪变化呢？梵文观地面甲咱讲，出生无尽啊，就是变化太侪咯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为什么？随着你的念头在变，念头一叮当，伊就会变。所以讲，现象来对绝对无可能有两个完全同款呢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影，绝对找无两个同款呢。啊，所以相是虚幻的，伊毋是真实的。这是无所得的意思啊。心经曰：无得亦无得。大智度论里面有讲，诸法实相中。决定相不可得故，名无所得啊！又涅槃经曰：无所得者，即名为非；有所得者，名为无明。这讲得真好啊，讲得真正清楚、真明白。为什么呢？无所得。你看破了，你放下了，这是智慧啊，真实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你了解真清楚了。你在这个一切现象来对，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跟菩萨同款。也过会起心动念，啊，你就错了。起心动念是迷咯，起心动念是凡夫啊。所以有所得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拢总叫做无明啊。无明是对于事实真相无了解，你才会做这款代志啊。真正若了解，你哪会可能去做这款代志？心经顶面所讲的啊，这小五百这经，无得也无得，无得是真实智慧，有得咧，有得都是无明啊。所以智慧跟知识是无同款，有智是知识，无智是智慧。不知无知，伊啊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，妙啊！啊，知识是安怎呢？知识是有知有所不知。智慧是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你去看嘛，伊那会同款。智慧会解决问题，知识未当解决问题。这个道理只有大乘讲会清楚，讲会明白。哪个用粗浅的话啊来跟你讲呢？为什么讲有知未当啊？解决问题呢？有知肯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在内底。
那就会把问题越来越复杂了，扩充复杂了，未当解决。无知，那无自私自利，连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拢无啊。所以现在是自性内底圆满的智慧，所以无智也无得啊。这是自性圆满的显露，得到什么呢？伊真正有得。得到什么？伊得到的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得到是大圆满，唔是讲伫即内底得到一个。这个代志就如来发心菩萨怎样？要那无人有这个种什么呢？这是一切法来对至今至是无上的妙法啦，更加来对成为究竟一行。在喺啲日常生活当中，拢爱先介意啊，亦可以识时时刻刻嚟提醒家己，这个关照啊，有法有所得者，名生死轮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各有所见。你看，咱拼命伫咧追求，咱要得到。这是什么呢？生死轮啊，这是轮回啊。起心动念，那是做轮回业。啊，你做轮回业，你哪会当出了轮回呢？那真正想要出轮回，未够再做轮回业咯。轮回个内底最重要的啊，都是执着啊。执着真正放下，要有分别，要有梦想，你会脱离六道轮回。所以咱就知影咯，六道轮回业都是啊执着啊。有一挂人坚固的执着，这姓坚啊。啊，心见放下，就会当兴顺众生，未够执着咯。分别心放下咯，来兴顺众生，会随喜功德。这是真有智慧啊，所以菩萨引断一切生死啊，分断生死、变离生死，伊拢断了。是故菩萨名无所得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菩萨无为，啊，你无所不为，所以无所不为
真正是无为啊。为什么呢？伊也无所得啊。也有为什么也要为？与众生，不是为家己。所有一切拢是为众生所施舍的呀，无家己啊，这是菩萨。也为别人，内面也有一份是为家己，也是为家己啊。菩萨是丝毫家己都拢无。这点要了解啊！菩萨度化众生，所有一切设施，决定无起心动念，伊若起心动念，伊就对无明来对起咯，伊就气转咯，绝对无啊！所以这圣人的境界，咱啊完全拢唔知影，咱总是对因怀疑，伊为甚要做这款代志呢？这代志对伊一定有好处。祖师大德嘛，是随顺咱的意思啊啊，讲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？提升伊家己境界啊！啊，咱的问讲，伊做些好事啊，心修提升伊家己的境界，这个念头呢，甲注意讲无啊。然后这个念头，伊是凡夫啊，伊唔是菩萨啦、啊，是唔是提升呢？真正提升，无念无为在提升啊，无念无为就向下坠落啊。那还提升呢？我就道理啊！啊，咱有佛，你的想生活当中，头一日都爱学随缘，什么拢好，唔通家己有意思，唔通家己一定想我要安尼做，安尼做啊，得到这个，得到那个，也拢唔通。你这真正会当甲大乘啊啊相应啊，啊那无咧，学是大乘啊，但是啊，所作所为是一个是凡夫行，一个是轮回心，大乘真实的利益你无得到啊！啊，你这上即一切法，你这真正去得到了。下面涅槃之说，真究竟了义之故呀！这是咱来细心去体会呀。涅槃内面所讲的无所得者，即名为慧。有所得者名为无明啊，有所得者名生死轮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，可有所见？菩萨应断一切生死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这个话真正是究竟。了义之说，有证无所得者，如莲王经两本所说，无所得心者，无分别地啊。
这是玲珑经所顶的一句话。这真正是菩萨境界啊！一切法有滚那的有定的境界，按对色，你对音声，乃至有意啊，对一切法。你意是念头啊，真正不分别，就是咱经对的顶面的平等，平等是未分别，平等是现前，平等性地啊，一定。是无所得的心，无所得心，而是无分别地的起用，无分别地是体。无所得心是作用啊，有体有用。对用顶面来看你的体，对体顶面来看你的作用。这啊，拢是修行。真实的境界啊，啊，咱的大乘。诶，咱啊，想要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还未到这个境界啦，先反省、动机土啊，先方便有土。这里这个境界是先是不庄严土。这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是这个境界。普通人无呀，但是咱啊明白了后，咱爱生活当中去练，练什么呢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两句话。去认真学习，行善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唔通过分执着家己嘅意思。哦，什么呢？什么拢好？什么拢随缘？民国初年呀、啊，有些人学那个未歹，真值得咱来。学习，咱也会当以伊做榜样，就是弘一大师啊。啊，弘一大师也未出家以前，特别的是少年的时阵，在日本留学，啊，咱看遐个故事，还不是假啊。伊迄种诶分别执着是超过别人诶，甲朋友约会咧，朋友要来看伊，约讲八点，透早八点诶时阵你来，伊也一定准时啊。啊，讲八点一分，啊伊门都关起来，伊未要见你，你失信。你无修信用，你无要见，下一摆再阁约，真正无容易啊！准时，早来也袂用哩，较慢来也袂用哩。
遐尼啊执着啊，成见非常的深，要学会了后，拢放下了。什么拢好，伊伫新加坡访问，所以新加坡的朋友也真多。啊，迄时甲我讲，弘一大师上好师孝，什么拢好，拢袂甲你找麻烦啦。伊毋是一句，但行拢随缘，一点也未讲究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弘一大师学佛了后，真正得到《大乘经》的受用咯。伊毋那放下，伊真正做到。伊每天的功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是大愿王道归极乐，用个认识这关经，伊会当啊发念，专心嘛、啊。这是咱应该学的，这是无所得心的一份啊。无认真落实，烦恼都未去啊，智慧都未开啊。有为魔为阮所为我经为阮大师的注解，这里面讲了菩萨普起正相，到无得处名无所得，正常是什么呢？正直啊，正直放下了，就到无得处啊。什么无得处？一切法不可得，这是无得处啊。为什么不可得？一切法皆空啊！体性空寂，幻化是幻有，但心教父讲的，所有一切法，动体啊，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你那边起有得的心，有失去的心，有得失的心，是希望的，是假的啊，不是真的啊。为什么没得失呢？这个现象根本就不存在，那外面的相不存在，自己的心不存在，自己的心相不存在，自己的念头思想，那就是啊啊，迄是这个、精神现象啊，也无存在肉体，也是物质现象。精神现象也无存在，连自然现象都无存在啊！这真正是啊，无得处啊，这个无所得。
因文经无所得，结果无得处呀。你哋这境界咯，这个境界发心菩萨所证的，唔是普通人啊。那那些入这个境界，故你证得发心，就真正接近咯。发心境界都是阿维瓦地菩萨。念佛的人了不起呀、啊！往生到反省动基础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啊，你就变作阿维瓦地菩萨咯。也太难得咯！家己来修，修到这个境界，才会当证到阿维瓦地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咱读这个经文，那像无困难，详细想看卖，你去做无容易啊！精进放未落，将咱放下就是这个物件。生活之物也够容易，精进上困难啊！精进放未落，落到了真恶桥弯啦！精进啊，真正放下，才会当脱离六道轮回。阿罗汉不容易啊，阿罗汉放下了，所以放下要有习气，习气还够真重啊。但是习气对伊障碍无大，你会当超越六道轮回。会当啊，生到净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自性法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不容易啊！那真正到无所得咯，那不是阿罗汉。这是发心菩萨啦，阿罗汉故里正无所得，要有一段真正遥远的路程啊！啊，咱想到这个所在，自然就会想到念佛求生净土。我袂行这个弯路，这个弯路太长了，太歹行了。念佛往生净土是一条近路，理解了懂，记得阿弥陀佛，袂搁再打别的梦想。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在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学到这地。